初夏君山海豹有抗拒心理，找到中医，结果竟被中医反客为主，一番交谈扭转了夏君山的想法，欣然同意孩子交给他来辅导。严鹏不理解夏君山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，可是见他已经站在南俪和田雨岚的队伍里，自己也没有任何理由搞反对，只好降下对立旗帜，暂且隐瞒父母。枫帆小学内，何校长在教务会上向老师们通报，择树超纲教学以及翰林中学违规招生，从而受到教育部门的处罚。所以何校长根据摇号政策召开一起教师会议，想跟大家探讨关于此事的可行性。张雪儿支持何校长的观点，并且认为孩子不应该过早承受学习压力，所以摇号是个不错的升学方式，既显得合理化，还能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。随着暑假的到来，夏欢欢姐弟俩以及严子优，还有中医要求免费加入的米桃，四个孩子正式开启了小班辅导生涯。正当中医刚要讲课，没想到夏超超突然朝门外跑去，哭着喊着不愿上课。眼见着南俪态度强硬地抓住夏超超，甚至当众怒斥，仿佛性情大变，就算是田雨岚也被吓得不知所措，恍然间想起自己教育严子优的情形，内心感到惶恐。因为夏超超还没有改变幼儿园的习惯，每到上课之时会犯困，毫无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。尽管中医很不喜欢这种爱瞌睡的学生，可他还是尽量改变态度，语气温和地叫醒夏超超。毕竟中医在教学上确实有几把刷子，再加上南俪陪同补课复习，夏欢欢通过两个月时间的努力，终于迎来了九月份的开学。升入毕业班后的首次考试，夏欢欢考出他与米桃一样的满分成绩，成为全班第一。南俪捧着考卷激动不已，总算得到满意的回报。中医看到教学有了成果，于是带着张雪儿去买戒指，作为给他的补偿。但是对于张雪儿的心思并不在戒指上，而是希望中医在保证学习的前提下，还要注意孩子们的身心健康。虽然夏欢欢成绩进步明显，可是严子优没有突出表现，这次考试止步于第十名。尽管中医经常把题拆开讲解，奈何严子优根本听不进去。田雨岚从中医口中了解到情况后，回家好言劝说儿子多用点功，结果却被他不思进取的态度激怒，扬言要丢掉严子优心爱的年俊。话音刚落，严子优率先一步发怒，当场摔碎年俊，田雨岚被吓得愣在原地，没能想通儿子为何会变成现在的模样。夏欢欢在作文里指责南俪如今判若两人，以前温柔爱笑的妈妈竟已变成苛刻易怒，严厉学习分数。南建龙察觉到外孙女的情绪，特地将作文读给南俪听，叮嘱她切莫逼得太紧，以免过犹不及。因为南建龙的话，南俪失落地走在街边，恰巧遇到田雨岚。两个在教育上遭遇阻碍的母亲，现在竟心平气和地交流着共同的话题。田雨岚因为严子优愤恨的眼神而难过，南俪则提到夏欢欢的作文，所以都在自我反省。
米桃夺得泽树杯一等奖，终于在孩子们面前夸赞米桃的优秀，同时提醒夏欢欢继续努力，因为他与米桃之间还有很大差距。正是因为这句话，夏欢欢对米桃的态度发生改变，尤其是之前那种挫折打压式的激励教学，令他内心产生嫉恨。面对米桃的接近，夏欢欢故意疏离，甚至挑唆其他同学，导致米桃遭受冷暴力。